走。主要是对 GX 他不来了。散漫啊 ，GX 散漫太多了，我感觉。能处啊。这个落闪速度确实是平常就会稍微的比了。算了算了。是的，三个 PCL5 17 FM 跟 Pyro， 这个阿伟被打掉了。围墙居然有个人，你能想到吗？知道吗？这在想象以为都是队友，你知道吧？对啊，我也以为是队友呢。不是，就是这标的话，就是十七以为是队友的枪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去了对标，我真不。如果你去了对标，我真的想不出来这有一个敌人。是。就是我如果说带入进去的话，真的想不想不。导射一滴血能混到吗？有燃烧瓶，角落，小鹿的一颗雷直接将小北给炸到。二打二好像是。是血量太低了，那、小鹿被烧。炸围墙。你傻子在干嘛？卡住了。打人了！哇，这前期接中一下子变得这么快，怎么会打成这样的？我都看不掉了。我因为王这边有阿伟加十七加上泰勒的车，三个队伍混在这里。是的。啊，搞了波是直接就回去了啊，然后也是直接被 FTY 扫了一波，但影响不是很大。还是在的这样吧，就只能说是互肥了这一波。是的。那还能怎么办呢？武器有点。女 IP 援军，快来！哎，不听被打掉。是的，还可以拖一会儿，还可以拖一会儿。现在把神将对方放倒，最后两个人已经锁定在甲壳库一楼了。换成倒了，办公室里面还是楠楠，一打二吧。哎，不行，几秒，还行，知道人在外面。响枪已经锁定位置，你补是吧？那我也补。他在扶人啊，楠楠没得扶啊。哦，好像应该是知道，一个震爆弹，先补人。没吓到，哎呀，没吓到他。但是原点有枪线啊，想跳出去但是被白了。他说我松手就好了，但外面好像有人抽。接起来了，天机。这是马房的位置。遇到两个了，天机。啊，另外一边结束了。是的，这好像是原点 GX。对 ，GX 抽掉的。他的一波支援，结果被 SPL 直接打下来。这样的话。法方好像也是一v一的战斗，而侧翼甲壳库是 USG 跟是谁啊？画面转的太快了。跟天路，跟天路，跟天路，跟天路。这二圈的节奏这么快啊！37个人。是的，没想到吧？居然还有让我们场面话都说不完的时候。说一下这个战局的胜负啊！幸福的小五弟最后是把围墙房给拿了下来。嗯。也枪下，这打的也太惨烈了，只能说这才阶段几啊！哎，我怀疑我在开训练赛，不是这能往脸上开啊？他这个开车路线是什么意思？我有点没有明白呀、啊。我看了十七被抽的有点动不了。来了，平台，开移，石头放到蓝布，三个人，画面已经算是，直接炸弹的画面。哦，因为 Heaven 直接开走了，就是开的绕了一圈，没有第一时间全部在坑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腿过来的。他开着车被打没了，没办法，顾敏。你看 Jufu 现在这个时候抽把就是慢过去，要前压了，要去打分啊！有记得，对，要打分，一颗雷，一颗雷，直接没了，两分，是的。拿完可以溜了，小五快跑，因为蹦蹦是因为自己的踩位啊那么分散，导致自己的这个整体协同做的不好。你看他这把又是。两个人在看，另外一个人在圈内跟别人一v一大赛，我也不懂。你们上车了，走了，不打了，真是绝了。林叔好像被人从车上打下来，然后七七也是一样，他俩是头车吧，应该是。最后唐弟弟一个人贴到了 KDF 的底下，然后丹丹要从北部贴过来，哎，你别说，真有机会。平台 MG， 差一点。这边又是牙叉是放到了 gap， 放到队友。乍一看，因为画质的关系，乍一看以为这波 heaven 是连打两人了。想多了。Pyro 也越来越近。
是的，想要去清理平台。还有雷，还有雷。收尾，这个血液打起来了，对。那还得花点时间呀、啊。对。就打起来之后，就差那么一颗关键雷。好，那巨幅这一侧的话，就一直在看，也还是在看坑那个吗？但枪线上面的干扰有点多呀。他突然，他是底部掉人，他掉头了，把大仓放出来，直接汇合到靶房，这一波直接 all in 靶房了。是的，五阶段了，这个阶段拿中心点的靶房是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仓是开车不知道去哪儿呢。对，他旁边有个空投，怎么说？先把上车路上被 Lash 打下来一个。哎，前面这个方向不会是要去 MG 那个平台？已经来了。这个雷差一点点，对方是在、哦、排名分了。对，忍住，飞天龙肯定要出来。暴龙哥远点被 AZ 一发摔狙给击倒。这 Pyro 现在在架北部，机会 KDF 可以下坑反卡了，打那把出不来了。KDF 还可以顺便捡个空投，是这样的吗？哦，是的。巨幅是打了 Pyro 的小左，小左是三人堆里面的一个，那应该可以封烟，去抢救一下。好像 GX 这俩兄弟双人四排玩得很好，不断的去拉扯对方。 KDF 两前面两个有可能都不能扔了吧。哦，一波前排是这两个啊，这边三人没顶住，我没想到冲得这么快，他也太果断了。 AZ 拉车过来，必须要想办法帮忙正面，其实打掉这最后一个就可以救。哎呀，兄弟的性命，打掉打掉没问题。兄弟们我来了，撑住啊。在前面，在前面，爬爬，再往里爬爬，稳点稳点稳点。哎，我泪目了，我的妈呀，这波太惊险刺激了，给我心脏吓出来，真的。哇，马上唯一满点这一把抽分来了，拍到我去把这个坑拿下，问题不大。是的，他主要是下面这个信息拿得很死。哎，是Hero 这把韧性打得也挺足的。是的，他这把救急之吻，他根本就没有怎么去给过机会、啊、就是近点去接的时候稍微有点悬。是的，但好在是穷、不给分。哎，楠楠没办法了，这个位置真的太难了。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靶房有两个队伍的包啊，一个 TNT 一个 SQI 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成功拉到。好，接下来还有航航最后一个 KDF 也动了。 KDF 从北边直接打了去消。哎，这里击倒了小明，那剩下两个人要顶住。马云龙倒了，那只是最后一个，只是小火了，怎么回事？四打一打一，这个决赛圈谁是鸡已经一目了然了。问题是谁第二？那就是 Pyro 第二，因为这个四打一确实不好打。我说实话。来了，巨幅开始收拾最后一下，最后的一个人，残局、恭喜巨幅。十个淘汰啊，成功直接拿二十分。刚才他就是按照巨幅的想法，他应该就是错过了 KDF、Pyro 和